因为正片的游戏里没有充分照顾到 Han， 但其实我们也有专门为 Han 准备一个语言类的游戏。这道题更有优势，我们是语言能力测试。只不过因为魔女的英语水平，这个游戏玩垮了，所以作为花絮为大家公开。翻译我一下你们的歌词，我们得转过去编过去。这个很难，厉害这个，我跟肖军都很厉害这个。第一句歌词是跳上舞台，令人发指。Jumping on stages， action figure。第二题是抓住你，如果你掉下。Touch me, tease me, feel me。好像是他的 part， 这个是我们的歌吗？对。好，开完了。可能是我们翻的不对。姿态。啊？ Catch me if you fall。哎，没听过，没听过。好，第三题，这个英语汉译音。英文搭的，你的。有什么左右的？这个世界过去。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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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个是什么歌 ？Feedback，Feedback，Feedback。